喂，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翻到嚟个 channel。今日嚟到咁弹珠啦，咁啊，今日系10月27啦，咁啊过咗圣诞啦，咁呢个活动其实完咗噶啦，咁啊极运纪念啦，咁啊最后剩翻两只嘢，我都系有顺利搭好极运嘅，系啦，咁非常之好嘅呢样嘢。咁啊之前嗰啲我通常都搭得好慢啦，跟住去到最后一日嘅时候先发现出咗事啊。咁啊Hunter 好似都系搭好咗嘅，咁啊而家圣诞节啦，咁啊呢个圣诞节会最应该最辛苦嘅一次啦，系啦，四只嘢要搭啦，但系佢又唔出奥路加嗰啲喎。我最想搭翻嗰只奥路加，因为奥路加其实系，系咯，我两个整三个圣诞我都未搭好啊，即系奥路加，系啦，主要因为第一个同第二个圣诞大概因为唔够劲咯，系啦，咁啊带唔到极运着啦，同埋我冇运着啦，咁第三次嘅时候懒啦，同埋出得好少，好似出4次5次，系啦，咁所以就都搵唔到时间去拆。咁比較可惜，咁但係佢今年冇出奧路加，咁啊係咁多啦，講翻呢一關啦。咁啊呢一關就我會覺得係呢、這個你會見到做輸出係最爽啊！你見到係基本上用呢個陣啦，兩罐再加兩隻潘咁啊拉線啦。咁呢度我有水貓啦，咁啊加多一條線，咁即係上限可以拉5條線啦。咁就非常之爽嘅，你會見到個輸出係可以一嘢個秒咗王大半，甚至乎秒咗啦，係啊，咁非常爽，係啊，亦都係容易 S 級嘅呢一關，係喺四關入面啦，算係相對容易 S 級嘅，即係木果關係要考慮卡點能力啦，咁嗰關都唔係咁易 S， 喺呢關容易，係啊，咁同埋呢一關基本上遊合啦，遊合我唔係話會特別優先處理啦，咁主要就係清完嗰啲绿啦，咁就可以减翻个黄 CD 啦。否则黄不断复活嘅话，你输出唔到，因为太多嘢喺度阻住你，系你拉唔到线。咁所以就尽量清嗰啲绿啦。至于嗰啲游侠就佢会帮只黄减枪，但系冇所谓，俾佢减到。就咁啦。咁啊呢影片就系最后一场嘅战斗啦，打呢一关嘅最后一场啦。因为呢关其实我觉得几享受下嘅。除了木嗰关之外，系啦，咁啊，最后一场，咁啊，系咁多啦，敬魂纪念，拜拜。
喜んでくれるかしら。